发放前的各项物资整理以及打包作业非常繁琐，动员了庞大的志工人力。这场发放，邦巴因县长也都亲自参与了。而这些接受援助的水患受灾户，对于美国风灾以及墨西哥地震灾民的处境是更加感同身受，他们也在场捐出了小小的心意，让爱循环。